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林老师 DJ Lim。今天呢，我要教你们的是孵蛋过程哈。你看这里有个答案了的。首先呢，它是在蛋里面，你看有一个点，就是它的生命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在蛋里面孵了之后，它长大啊，母鸡孵了之后长大，长大了变成小鸡，小鸡长大了就变母鸡还是公鸡，然后它又母鸡的，母鸡呢又在下蛋。啊，就在循环的哈，然后我们就看这答案一起粘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拿出 glue 来，然后哦，找出跟它一样的图哈。那你看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把后面涂一下。这里它的答案哦，要一模一样，嗯，转一转，然后蛋，嗯，在这边。之后是小鸡啊，你看小鸡，然后就变成了长大这边。好啦，小朋友们记得做功课哦，拜拜。